地表最快四门轿跑来了，这期带来奔驰最速四门轿跑 AMG GT63 SE Performance。 今天看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4.0T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，匹配 9T 变速箱，最大马力843匹扭矩，1400牛米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测下百公里加速，百公里加速 2.93 秒。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监测下100到200加速，100到200用 16.4 秒，最高车速310 km，GPS310 km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